超级富二代王思聪因为时常通过微博评论一些娱乐圈时事，并且言语犀利、爆料不断，而被网友和粉丝们封为娱乐圈纪委。最近，王思聪将犀利的炮火转向了被曝耍大牌的青岛籍 H 姓小鲜肉男星。在报道中，该 H 姓男星被详细讲述了在接受专访时发生的一系列耍大牌的举动。虽然报道中并未点名道姓，但外界纷纷将目标锁定了曾是韩国某天团成员之一、后回国发展的90后 H 姓男星。王思聪对此炮轰称：“长得丑成马了，黄渤不比你帅多了。以交往名义的各种约炮，我就不爆料了，脑残一个。”对于王思聪的微博，网友和粉丝们也是意见不一。有网友调侃王思聪称：“纪检委不是浪得虚名的，漂亮。”也有网友在反驳王思聪称：“还不确定事情就喷，到底是谁脑残？”叶子的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